给80分吧。我觉得它好在哪儿？好在哪儿就是比较搞，就是这个挺比较轻松的，比较搞笑的讲一些这个问题。我比较喜欢它这结尾，好像跟小说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尾好像是。就是走出那一种那个怎么说，他就有一个结，就是说让你终于走出来那个感觉，就有点像那个项链的那小说那感觉，就是说多少年之前皇后还完钱之后，他就终于知道那个真相的那个。